孩子，给你爸喝点水。爸，喝水。啊，不不，谢谢儿子。嗯。爸，我咋感觉他俩像不认识似的呢？什么？不认识？那怎么可能呢？这爸不认识儿子呀？你俩咋不认识咋的？你俩？哎呀，哎呀，啊、儿子，爸呀，爸呀，爸呀，儿子，哎、想死你了，爸！哎呀，别坐，别坐，我俩特别好，我俩认识，嗯。喂，你爸吃点水果。来，爸吃橘子，来。啊，不是，来，爸吃香蕉，来，都是你爱吃。孩子，爸，我糖尿病。哎，展鹏，你爸糖尿病这事儿，你不知道吗？爸，你糖尿病我咋不知道呢？刚得的啊，刚得的呀，这个病啊，对对对，早上尿的糖。哎呀，哎呀，那啥，啊，水果也吃不了啊，咱们唠点别的。哎，那个老王，你老伴儿他孩子他刘姨、哎、是不是身体不咋好啊？身体不错。对呀、啊，前两天不说。腿折了吗？听谁说的？他妈咒我媳妇儿呢？怎么这么多钱？你不得回去照顾照顾？腿折了吗？完了，回去照顾照顾。折了，折了。那个腿折了，我得去照顾。家里有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啊！走啊，快走回去吧，孩子，孩子留步。你问他谁呀、啊？我，你刘姨。我刘姨来了，展鹏。你妈来了，不是咋整？不是这咋说谁来的呀？这咋在家呢？刘姨，正好，你们这一家三口全齐了啊！我儿子也来了，来了，哪儿呢？这儿呢，来了来了，你咋来了？不是说给咱儿子介绍对象吗？我来看看。我先给你介绍个儿子，那个是这么个事儿啊。老高头呢在家偷摸学车，请了个教练，他姑娘不让，然后给堵到屋里了。他呢就说这个教练是咱儿子来相亲来了，听着没有？那脸盘也不像你，必须得听他的，要不咱儿子那个事就得黄，知道吗？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现在有一个最困难的问题，关键是这小子姓张，你知道吧？我给你捋一下他为什么姓张啊。首先呢我姓王、啊、完了老高姓张。刘姨来了。那个啊是这么回事儿，你妈呀姓张。我妈不姓。现在得姓张了。这孩子啊为了纪念他姥，所以他也姓张，明白没？明白了。帮我圆过去啊。行。我儿子。这刘姨啊，你腿不折了吗？我腿折了。对呀、啊，不你跟我说的吗？前两天下大雪，把腿干折了吗？啊，折了，折了，折、啊、了。是前两天摔一下子，折了。哎呀，哎呀，现在走路不方便。啊，是。哎呀，这放这儿上、哎。啊，行，舒服多了。哎，你们仨咋不说话呢？不是，你妈你爸都来了，你咋不说话呢？爸，妈，一路奔波累了吧？啊、哦，我们不累。爸，你不觉得这个气氛很尴尬吗？不尴尬啊。这不挺好吗？其乐融融的，你看。对，不尴尬。来，儿媳妇，喝口水来，擦一擦。其乐融融。你看啊，这个孩子呢，刚从外地回来，你们仨赶紧回家团聚去吧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也回家，我们回家，我们回家，来，先走吧。哎呀，这么一说，留不留不不用说了。那个，我们先走了。爸，哎。
爱说，爸啥也别说啊。大侄儿啊，啥也别问啊。你现在看，这个是不是你爸？是啊。那边那个老太太是不是你妈？是啊。中间那个是你啊？你哥。我哥。别的啥事儿回家问你爸妈。来，我先领你认个哥哥。来，他弟弟来了，叫哥。哥。过去吧，哎，坐来。哎呀，这家一家四口人，哎呦我天哪，这俩双胞胎，你看，这俩双胞胎长得像吗？不是哥，你哪来的呀？问咱妈去。妈。啊。我哥哪来的呀？你哥从哪来的？你问你爸呗。爸，干啥？我哥哪来的呀？不知道，我没参与。问你高叔。高叔，我哥咋来的呀？他跟我。别说了。行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。哎，这个孩子他是你王叔当年捡的。这个孩子当时那个时候，你别编了，他们四个坐这这么尴尬，我看不出来吗？我们不尴尬。是不是又在家偷摸学车了？我没学。这刹车片还在这儿呢。我早都看出来了，他就是驾校教练。你还串通刘姨、王叔他们一起合计伙来骗我，你怎么这么不让我省心呢？我就学个车，怎么了？我不是不让你学车，是你的身体不允许。我的身体棒着呢，我血压一直控制得很稳定，我为什么不能学？你别逞强了，老爸。有些人你身体棒着呢，电话你还过。前几天在外面下棋，高血压犯了，是被好几个人扶回来的。老爸，你这样要是开车，我得多担心呢。你为什么就非得学这车？我要学。姑娘，老爸，还记得小时候，你上学，我骑车带着你。现在爸老了，带不动你。你也长大了，每天上班风吹日晒，爸这个心疼啊。你妈临走的时候嘱咐我，一定要照顾好你。爸就是想买辆车送你上下班，等你有了男朋友结了婚，爸也就退休了。爸，我哥是教练。